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呢，是申真绪九段对李清城九段。那么申真绪现在真的是太厉害了啊，风头正劲。是。对，他这个现在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现场。我们现在中国队的棋手啊，这个两排哈哈，柯洁九段，柯洁九段刚刚已经获胜了啊。赢了韩国的金明勋，一度好像也很危险啊，好像。对，金明勋好像也是，虽然是年轻棋手，最近好像这个上升势头很猛。一直也挺有实力的，其实。对，他上一轮是赢的十月，十月嗯，啊，已经也赢了我们的一位世界冠军啊，唐磊鑫。唐磊鑫，本轮他是也是作为种子啊，上届的亚军，直接进入第二轮，刚才是战胜了日本的佐藤笃史，李清城九段就是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介绍这盘。那他今天的任务比较艰巨啊，是要挑战韩国的申真绪。啊，李轩豪，李轩豪今天是对这个宝岛棋手，许银豪，徐徐浩浩宏，宏。好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其实申真绪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其实下棋也挺快的啊。但是我估计他可能在韩国国内很少遇到像李清城这么快的 确实，快枪手。李清城真的是，我觉得有没有你见过比他更快的棋手吗？好像暂时还没暂时还没有。有，对，当年那个时候应该有罗启和老师，可能跟他有一拼，感觉差不多，可能对，所以说，申真绪他一方面就是当然棋很强了，而且他这个我觉得时间战术、时间攻势也很厉害。就你跟他下的时候，就你很容易就他这个时间啊大幅领先于你，中后半盘的时候就是比较吃亏了。确实，所以这一点上，可能从如果单从时间上来说的话，那么李清城绝对是要占有一定优势不过的。他俩应该也比较熟吧？他俩应该都是一个队的，在围甲中是都是杭州哦，苏都泊尔是队杭州苏泊尔，对，是也是比较熟悉，而且我一看他们俩的交手记录啊，还挺多的，是很吗？多，对，李清城是领先，但为什么呢？是他们最近这5年都没有对局过了，正式比赛来对，因说，为他俩是一个围甲队的，就感觉不太容易下得上。我是，说，对，我看他们最近一盘棋已经是2016年了，那就5、6年前了。那么在这5、6年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青仔李清城还是很有优势不过确实5、6年前好像青仔相当厉害，好像比现在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成绩好像更突出一些，是不对，是？那时候好像他那时候正好是刚升九段嘛，直升拿了亚洲杯冠军，从二段直接升为九段，是吧？势头正猛。好，那么这个围甲队的两位队友在这个春兰杯当中相遇了。那么现在他们分别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和韩国队啊，坐在了棋盘前。好的，我们先进入棋局。那当然了，现在不论是哪位棋手碰到申真绪，其实都挺难下的，是吧？我们也说申真绪之前，对中国棋手已经是有了23还是24连胜了，这个记录至今还没有被中断。看看谁能成为一个中华英雄。青 仔应该算是挑战队内的老大哥啊，挑战一下队内的主将，看看怎么样。其实从年龄来说，青仔是哥哥呀，是吗？对呀，青仔比申真绪要大是吗？申真绪是2000年的，我以为青仔很小。青仔是99还是98？那就是确实。但是你从这个成绩和实力上来说啊，那申真绪确实是大哥级的了。大哥级的。哎，今天这个棋很有意思，这两盘棋都选择了凑小目的这个手脚的下法，但是申真绪还是选择了这个，对，这个反正相对于上一盘顾老师的这个小飞还是常见一些，这个手脚的方式，白棋选高挂，高挂，我比较支持这个高挂，啊，你喜就欢是。高挂是吧？因为我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喜欢高挂，就是这个时候我喜欢高挂，这个时候是说这么对，这个结构的时候。就这个长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喜欢高挂，就是我觉得高挂完了特别简明，然后也还可以，比较好下。就是我觉得，因为黑棋如果像上一盘棋，郭老师那个棋如果在这儿的话，嗯，好像白棋这样高挂就不太肯。对。但是在这儿我觉得就可能，因为我这个地方虽然我送给了黑棋一定的实地，嗯，但本身这个局部也是一个比较双方差不多一个定型吧。嗯。然后我通过拆边以后呢，我限制住了你这儿的发展。那么你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发展，那么这个手脚的方式肯定是实地上是亏损的，作为黑棋来说，嗯，肯定不如这样实地更多嘛。嗯。这个肯定是更重视发展，但是我这样拆过来以后呢，就限制住你了。哦，感觉比较简明，就是尤其还是大天幕的情况下，感觉很愿意这样去下。是的，嗯，哎，我看现在拆都是基本上走高位是吧？对，基本上走高位，走低的很少了。嗯，是。好，接下来白棋点三三，黑棋点三三。嗯，也是贯彻意图啊，将实地对将实地进行到底。现在白棋的确可能是要挡在这边，确实，因为嗯，因为现在如果挡在那边的话，嗯，可能会形成后手，然后主要这个小木的位置有一点尴尬，就是如果挡在上面，就如果对白棋这手点，对，然后就因为之前我见到经常这样下的比较多的是黑白棋挡在飞这个，就是当然在这儿就在星位的时候，嗯，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会形成一个，就是这个叫传说中的对搬十字架形式，对对对，啊，然后吃，对，对，这样接上，然后白棋吃。征子黑棋有利，征子有利，黑棋是有利，然后飞一个，就经常是见到这样的话，好像认为白棋还可以。就说其实，挡这边，嗯，并不是说他要求要这边，实际上他还是要这边，对，还是要这边。其实挡这边虚晃一枪，最后还是要转过来的。是的，嗯，但是这个时候主要是黑棋感觉这挂角比较舒服啊，这个是个好点。对，嗯，哦，如果是星位的话，那么黑棋是只能。黑棋拖或者点，拖是吧？拖或者点，者点对，嗯，但不管怎么样，这样的话，反正白棋肯定让你这样对着这边，然后感觉还是不错，这个配合还是不错。就这个子的位置决定了上面的，对，挺关键的，挺关键的。因为实战是小木，是小木的，所以如果还这样下的话，那么正好留给了黑棋一个，这个好点，对啊，所以可能现在只能是挡在这边了，只能挡在这边。这都是。全都是套路吗？对，这个一个星位和小木的区别，就决定了上面的变化。嗯嗯，现在黑棋应该也是只能顶了扳，就是不能下米日飞刀，因为征子不利，这个地方征子不利啊，所以应该是只能顶了扳啊。嗯，就说其实这个脚步的定型其实都还是挺有一定的必然性，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的，嗯，下成这样之后，啊，白棋进来走了个这样，对，拆这个是一个叫走这儿是中国流是吧？嗯，叫迷你中国流，迷你中国流，迷你中国流，嗯，迷你中国流有一段也特别流行，是吧？现在还是少了，嗯，现在还是少见。黑棋就把这个打了立，这个打了立非常的舒服。局部来说，打了立是非常效率非常高的一手棋。对，嗯，这个就咱们如果光看左上角的定型的话，肯定是黑棋好，黑棋好。对，嗯，但毕竟白棋脱了一手先嘛。对，如果说我不脱先，这里还是下十字架，我觉得还是下十字架。嗯，还是要这个扳得断。其实要我下，我应该还是会扳得断这个棋。嗯，因为我作为黑棋来说，我很害怕对手扳得断我。就说如果还是刚才那个定型，但是这个方向是一个，那刚才的定型你可能就行不成了，方向，对，这个方向是有变化的。不，现在因为征子发生了变化，就我现在你征子不利黑棋，你不能飞了，哦，你飞掉被我征掉了，说的就是这个征子，嗯，就是这个征子，如果因为正常情况下白棋是只能飞的，对，如果征子有利情况下一手棋吃掉，对，那么这个局部是白棋得分，白棋很得，就是啊，将来他这个地方他可以利用这个后势来威胁黑棋的死活，将来是点在这儿的，对，
你可能你煎，然后它一长，然后你得做活，这就比较委屈了，就非常惨，因为吃在这儿之后，如果这儿的话，它松很多，这对，这都是后全手，对，都是后手，对，就是说黑棋这先手非常多，所以吃在这儿对于黑棋这块棋的影响非常大，非常大，所以就黑棋不能被吃掉，正常来说，它哎，可能那，得搬，对，可争子能不得，立情况下只能对，翻。然后吧，黑棋跑。飞，飞皮。对，然后长，然后再调。其实下成这样，其实我觉得下成这样白棋还可以。我不知道，如果是如果是我下的话，你我很觉有可能就搬了断，是我也可能这样下。当然我也不知道小陈会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下法，也许他有可能就吃住，也有可能。就是白棋搬挡断的时候，对，黑棋不来不吃，吃出来。吃这个。对，吃这个，但是白棋打下来局部肯定白棋还是对，可以的，能打下去，白棋应该是白棋是还可还以，是不错的啊。就如果让我下这个白棋的话，我应该不会，这个是像清宰实战的这个迷你中国流就是我可能会在局部继续和黑棋战斗，实战因为怎么说呢，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奇怪哈，就是我感觉就是这脱个。先是吧？就是不是就是脱先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好？因为感觉黑棋因为这个跳出来了嘛，白棋在这地方发展，其实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你说是不是会不会李清城也是想避开这种大型的定式，避开套路？那有可能，但是如果是我，比如说，如果是换做我今天跟陈志旭下。那如果我要都跟他下大型，如果定型的话，我觉得我赢的机会还多一些。棋盘在变小是对吧？呀，对呀，那你不担心这种大型定式里有刀吗？那有刀再说了是有吧？刀再说，有刀就学一手呗。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所以这个战术的选择也很重要啊，就是你也不要为了避开套路就下一些，就是不是很自己不满意的就是棋。可能还是感觉跟战术有关系吧，对，我觉得。就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对一个韩国的不认识的年轻的棋手，我可能我就会选择这种棋。反而会选择这种棋。对，对。但是我如果对申真谞的话，我可能就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简单，就是。那我们青仔今天就把他当做一个普通棋手对待了。啊？那说李清城的想法就是把申真谞当做普通棋手来对待是吗？不，这只是平我，常心。只是说我对一个就是是是我是，战术的开安玩排笑吧，开玩笑，这个可能每个棋手的选择不一样。也许他认为这个时候走到这儿就不错，是对吧？对，拆边，这招棋也很大，也但非是常大，速度很快啊，白棋的速度比较快。但黑棋反正也三角在手啊，对，稳扎稳打，黑棋来攻击，这也是一个，对，这个立了之后马上打入也是好点。经常其实这个贴起来是一个好点，摆黑棋，但现在它为什么没有贴呢？就是因为这还是跟这个子儿有关系，就这个子儿如果换到这儿或者这样的话，我觉得它就有可能贴了，它因为在这儿的话，就这里有打入，这里有一些那个侵袭的一些手段，它这个地方围控的话不是很好围，这上面还比较空。对，它不好围所以说呢，它干脆我也不围了，咱们就互相就破一下就好。如果说白棋，这样子来，白棋正常如还果是压的飞话，是吧？压的话，那可能他他就就顺势退了。顺势他如就果你围住飞，飞他就不走了，不走了，他就反正大家就互破是互吧？破了估计拆个二吧，可能他应该是互破了对，这样是打入之后，白棋没有在上面飞，白棋这是攻击，点在这儿。这个青仔的感觉应该一直都是非常的出色的，对，这个地方，你想他拿了这个亚洲杯电视快棋赛的冠军嘛？所以说这个快棋肯定是功力了得。当然，他这个慢棋也是，他应该其实应该感谢他那个拿慢棋亚快洲，棋差不多是吧？水平都能发挥都差不多。差不多，他俩拿亚洲杯那年，他是半决赛 CCTV 赢了我。要不然有可能坐着，
半决赛、啊、半决赛赢了我。哦，是这样子，中国如果说能进决赛、嗯、对，就能参加亚洲杯。那实际上把你这个路断掉了。他们当时跟我开玩笑，就跟我那些好朋友跟我说、嗯、哎，青仔断了你亚洲杯十连霸呀。就跟我说我嗯，都是有江湖恩怨的人啊、嗯。这个他应该还是担心，就是刚才我们说他飞的时候可能担心黑的拆二，我感觉他觉得黑的这样比较舒服，嗯，他不太肯，就他想先交换两个，然后呢就不让你拆二，然后再顺势出头。对，就是他两边都要、嗯、是吧，对，白棋的下法，嗯，这个好坏实在是判断不出来。现在呀，这是绝仙、嗯、因为这个棋说实话黑棋飞到这儿，白棋就不能像刚才飞一个那么好的一个棋形了。对，压的话其实黑的上面实地还是是就各有利弊、嗯、你当然这样白黑棋这边呢也没有这种拆二或者是好点， 对， 对，但是你自己自身呢、嗯、也是受到一些限制。对，这样子呢就是先管一下，我哦，对，现在先拐，拐一下，拐单的时候再跳。小尖，但王老师，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像还是亏了白棋。我说实话，我觉得白棋这个，我老担心这块儿啊，这个有点重啊。对，就是这个棋只能是这样去出头，因为黑棋其实它每一步棋感觉效率都还可以。然后我们看到黑棋下一手。搬先手，然后一跳的时候，就黑棋的效率好像有点太高了，我感觉。就是你怎么看这个跳啊？这个度过，你觉得是高效的一手是吗？对啊，我主要是我这个地方度过了，我是上面的断点也补住了、嗯，就是特别高效率，我觉得。嗯。就因为本身这里有冲断，嗯，然后这里挡下来，我这儿还整体不活，我一手棋很有必要去，对，我一手棋，然后把这个地方冲断补住了，把、哦、这木数也都牢住了，对对对，那么就是对、嗯，那就说其实它不仅仅是联络，它同时其实在补这个断，补这个断是，就是对，就是一手棋兼顾了、嗯，因为黑棋只要把这个棋一补之后呢，这个等于黑棋头也出来了，然后木数呢也捞的不少。白棋这里本来其实飞的话加一下这上面黑的就没有了，但现在你可能还得需要虎一个，对，你现在要处理好，大概就是虎，还得虎，对、嗯、还得虎下来，虎下来、嗯、其实就算虎下来其实这一串还是，对，还是有些就对，有点效率有点不满意，我是觉得是不是还是就是我觉得单飞一个算了，不要来兼冲，对，不要。单兼冲我不知道是他之前就想好的还是临时起意，这个有点搞不清。反正我感觉下城到这儿的话还是亏了，白棋。对，我感觉还是亏了一点。嗯，就是主要这棋不是很好掌握。对，就是这个地方主要我觉得特别危险，这块棋会不会很危险？实战青仔是没有走了。嗯啊。嗯，这个局部要走大致也是虎下来是吧？对，应该走要虎下来吧。但是他也是想先在上面，先在脚上试探一下，问问应手哈、啊。马上啊，什么？那边不理了？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搞不清，有没有可能拼一下？因为我走，如果征字有利了，我可以搬了。嗯，因为我现在搬的话，应该。青仔是准备要断的，他应该不是搬下来，应该是要断的。对，对，他征字有利。现在这个征字，嗯，现在征字有利。嗯、对，他如果征不掉的话，黑棋还是比较头疼。你飞过来，就是、飞你，如果他契合了呢？你契合，你拖，然后拖先，然后我飞下来转换。嗯，怎么样？这你觉得这儿已经吃的很干净是吧？你补一个，我估计我也补一个吧，可能。要是能吃掉的话应该还可以吧，不知道，也不一定，要是吃掉的话就这么吃掉了，黑棋是不是还可以，十十六，对，这是六二十七八十六二七三十四十四十五目棋大概吃了，也不一定，也不见得，就算就是这么干干净净的吃掉了、哦、也不见得啊，可能也不见得这也没有气魄、比较契合，对对对，这个可能看心情啊、看心情，我感觉又要回到这个战术的问题了，我觉得、嗯、就是深圳旭如果面对柯洁，我觉得有可能这样走、哦、就他对
那个青仔的话，可能还是觉得稳一点，可能把握性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说，其实棋手这个选择自己的招法的时候，也是、嗯、也是要看看对手的。对，我觉得我反正是有的，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嗯，有可能，嗯。就实战其实这样下还是比较稳的，就是稳的，对，非常稳的一个下法啊。慢慢来，他想、嗯、还是想把这个战线啊，嗯，拉长，对，嗯，嗯，总有这种心态在里边吧，我感觉，嗯，对，这些就是人类棋手和这个 AI 不一样 ，AI 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谁，你对面哪怕是世界冠军、啊、还是一个普通爱好者，对，他的招法肯定都是一样的，是的，嗯嗯，那么人总会。有这种各种的一些波动啊，但这样不是也有意思？当然了，我也觉得当然是这样有意思，这样有意思，嗯嗯，这才有交流嘛，嗯、手谈嘛。实战是先冲完了扳住、嗯，这个比较想高效率的补住这块棋。对、嗯，他是一直不肯虎，就单纯就虎下去，他觉得效率不高，是不是？不知道，要我下我就虎了、嗯，我觉得虎也挺有价值的，其实。但是也有可能青仔跟别人下就虎了没有他没有马上压这个我看啊、哦、对对对他是在这个地方走了一个啊、哦、对先对这个时候先冲了一下、哦、哎是这个是个什么意图啊这个这时候先冲的这是什么意图引争吗我印象中好像看当时看转播时候先冲的时候白棋还是想了一会儿的白棋这肯定得想一会儿，这时候就即使就是快枪手像李清城这种、啊、这种速度啊，这时候也是长考了啊。嗯，这应该是要想一会儿，不知道黑的尖冲一个想干什么？这是引争吗？是引争，是就是他走在这儿，你确实没不能让你争不掉我。这个已经争不掉了啊，对、嗯。但是这个我就不理你了，你打下来又怎么样呢？也是啊，就是说呀，就是，但只要你理我，你不理我，你走哪儿啊？关键是。就是你不理我，你走什么呀？他就是，我觉得小陈他想体现的还是说，他对于棋上的那个整体的一个厚度要比青仔好，所以他就是这样走。啥意思？我要是就虎下去，就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其实我觉得白的应该就是还是应该硬一个，但是我觉得应该硬在这儿，就这个棋。嗯。就是不能让他便宜了。这两手交换，那我就肯定亏了。黑棋局部来说是亏了，当然就是不去考虑就征子问题的话。我不看不见，我看不见你。我觉得当我就是你神人序，我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反正我就应我的。嗯，这边再说了，这边这实战主要是、啊、这个棋为什么白棋一定要去争他呢？对啊，我不争你啊，对啊，我不争你，你引争就引争呗。嗯嗯。我本来也没准备争，对，我也不对，我就当没看见嘛，啊，我就觉得，因为实战青仔是走在这儿，我感觉有一点被他吓唬住了，就是被他便宜了。这两手交换好像白棋亏了吧？是不是？啊，我觉得亏了，就这走以后就感觉突然自己这块就小了，因为这棋本身其实白棋我走的话，我也很有可能补在这儿。嗯，那你这欺负我一个，我。你现在你走不走？你不走，我震你。我还记得当时我正好刚开打开这个几盘棋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步棋。哎，就看到了这步棋，尖冲、我也当时看这盘棋，我说这个现在是尖冲在小跳的地方了吗？也是当时想了一会儿。我感觉不能怂，这个跟他拼，这我感觉这个。但是隔了一会儿，看见白棋跳在这儿，小心翼翼了，感觉就觉得 觉得这两手棋亏了，我感觉压，推，拉飞。嗯，所以说黑棋如果说直接压了飞，其实也跟征子无关了，是吧？是无关，无关。然后他，但他这个这样交换了两下，他就便宜了呀。其实是便宜了，他就便宜了呀。嗯，你看，这都是真。跟你玩花的，其实这并不是深圳棋群平时经常能看到他的那个下法，嗯，这个白棋，但他这里他要直接来肯定是不太行，对，他就是他这边是在走也不好走了，黑棋，他因为他就是他为了这个嘛，
他就为了这个冲了之后打吃，这都是先手，然后对我就靠一下，然后你硬我就把你蒸了嘛。对，啊，现在蒸直接走的话，现在直接白棋就跑出来了，哎。那么这个黑棋也是比较难办。对，因为白的气比较长，黑棋这样杀气可能比较危险。所以直接作战，嗯，黑棋也没什么把握，嗯，比较灵活。灵活，对。嗯、那么黑棋其实搬住。一个搬。嗯，青仔这里下的也是很果断，我看他好像很快又断上去了。断这个吗？这感觉很奇怪。战斗。感觉不便宜吧？我感觉白棋就应该出来，不理黑棋了。不理了。嗯。这里如果不理的话，黑棋你应该吃不掉我这个子儿吧？吃不，我打吃哪边你都跑、对，我肯定对。就看我，但是我是现在打在哪儿呢？打哪个好？你打我就打我呗，就是。关键是断这个是想吃这个子的意思吗？不是，他如果这边，你说打这个好还是吃这个好？这边如果说黑棋走强的话，将来他是不是这边能跑出来啊？我实在不能担心你从这儿跑出来，我觉得你这儿被我搂过包子，我觉得除非你就搂出来我死了，不然我。对，我就说会跟这边有没有关系、啊？目前看好像有点遥远，是吧？对，我感觉就是没有断一个是啥意思呢？就是。是这个子吗？你怎么下呢？战斗啊！就是我，如果我就打呢，就是这个棋。你战斗不是？我不跟你战斗，我就是我就是我这三个没问题吗？就我不和你战斗啊！关键是就是你是吃这个子儿吗？我感觉吃这个子很无聊、啊，就有点反而让凑黑棋对呀走棋的感觉、啊。对对，如果你要封不住我，你还是往外跑，我顺势贴出去，不是感觉应该亏了呀？我觉得真的好吗？断一个，看上去气势汹汹的呀，很、有气势啊，好不好？不知道这个，但实际上它是单长的啊，单长的，嗯。压住吧，单长的压住。压住，但是这个被搬出来，搬就只能断了呀，这还能？是啊，但它没断。嗯，不断走哪儿？啊，搬一个。嗯，如果断呢？对啊，如果断了呢？这个棋就是我单长，我肯定是怕压了断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打了火？嗯，这啥呀？这是。这里面是什么情况？这不知道啊，这爬吗？跳一个，爬一个，爬在这上面，可能有点东西。对，就是和这一带。你现在爬肯定有点，我打吧，打这个吧。那我也没感觉黑棋行啊，这棋，黑棋行吗？为什么不断呢？啊，这棋黑棋行吗？我没看出来黑棋行啊，这下面你要封住我，应该你是只能这样封住我吧？这个白棋，这我杀气，我觉得这个白棋怎么不怕了？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断。这你底下你活你也不好活呀，这个棋断一个是什么？黑棋有妙手是吗？还是什么？没看懂啊，这也挣不掉我呀。有点疑惑费解哈，第一感是要断上去、对，第一感是要断，暂时没看出来黑棋有什么办法。嗯，他实在是搬的话就弃子了，相当于哦，断他是没有可能打这个打在压上面啊，有没有可能？真是太复杂，打在压上面有可能。你如果补一个，我补哪个？我想想，就你要补你就是如果你要补外边，我就弃了。然后打了把这个冲了，对，啊，你要走这个呢，我好像打吃先手，然后你给你一个活蒸，好像你有点问题，这个图就比较绚烂了，这个棋就比较酷。
就摆出来感觉很非常有视觉冲击效果。虽然挣不掉白棋，但是这个对，然后打，再打一下，再打一下，这再打一下，再打一下，嗯，打完再粘，再一粘，嗯，虽然你这儿把我吃了，但是我通过一个活蒸把你上面卷死了，这个很难转换，这个回旋一样的蒸过来之后，上面白棋好像已经凶多吉少了，对，这样白棋不行，这样上面能。活不了，活不了。这边虽然黑棋损失也很大哈，对，但是这个，但也盯不住上面全死了。对，嗯，这个确实打了压，嗯，他有可能打了压这个，好像。那我如果白棋不拐呢？你如果不拐的话呢，你如果不拐的话，就你如果补，是吃这个还是跳一个好，对，都行，反正啊，那我就你都是要把这个弃掉的，对，我都是要弃掉的。你可能啊、哦、吃在这，反正差不多，嗯、我就吃了冲过来。啊，就吃这个。啊、哦，我就吃了冲过来，这一期感觉确实，黑棋实力也得了不少。这个、嗯、对，确实是得了不少。嗯嗯，就一会儿可以我和实战对比一下啊，实战等于是黑棋弃了这，白棋弃了这边，哦、这两边哪边？我觉得都不能弃吧，这反正。这个图，反正我觉得应该亏了白棋，就这没必要断上去。我觉得，这吃了肯定不如黑的吃的多。五棋了，关键还破了你的空。对这个棋，我觉得那还不如不断呢。这就跳出来，这断等于这转换，这白棋不是肯定亏了吗？对啊，嗯，确实有可能打了压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担心这个，对，有可能担心这个，所以。他是搬的时候反搬了，嗯，反搬，然后黑棋打了一下，嗯，黑白的长，然后把这个贴出来，然后黑棋再白棋再断，然后再拐，虎，嗯，虎，如果想吃黑棋，好像可以这样吃，就是不见得便宜，可能。就这样的话，就是防争子，嗯，是吧？对，嗯。然后你想吃，先是卖一个苦肉计。对你就是这样，你可能能吃掉我，但是上面被我打两下，就是我弃了黑棋，可能白棋也得不偿失。因为黑棋这里还是比较轻的，就是白棋其实得到的就是这个扳，这扳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他是不是也可以用你刚才打完再搂打？再搂他就提了，他也不能往前冲，他应该也不能往前冲，就是。这转换确实白棋应该不能便宜，因为白棋本来这就是白棋的木嘛，嗯嗯，然后白棋其实相对来说它就吃了这两个，嗯，那这地方被黑的全提了，肯定转换的话还是不能接受的，这边将来黑棋还有一些，嗯，各种利用，对，滚打包收啊，味道非常不好，所以白棋不能这样，虽然这样可以吃掉底下，所以有这种苦肉计的选择哈，嗯，对，可能不便宜还是单虎了，嗯，黑的跳，嗯，然后拐，这样子，但是这个弃了也挺心疼的。对，我感觉就是这个转换吧，白棋还是亏了。其实这个目数，嗯，这个目数黑棋也吃了不少，那就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也吃了小二十目啊。只要他吃了木数不假，他关键把你的木还破了。对，这一里一外，嗯，所以就是我是觉得青仔这个段啊，他这个方向，我觉得欠，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啊，嗯，有点着急了，有点是吧？发力过猛了，因为段在这上面确实其实价值非常的有限啊。嗯，现在黑白棋等于是把这里的损失是要求在中伏的这个潜力来。换取一下，对，但是好像很难围得住啊，这个棋。中伏是最难围控的，嗯，贴起来。这里就花了一手棋，就亏了。就看起来这手点真的是还是挺有作用的啊，因为你说你自己补怎么补啊？就白棋补肯定是这个本来。肯定是补在这儿的。对，你本来补这儿，它靠一个，啊，它也不亏。关键它将来这地方它再靠一靠你。你肯定本身你要补肯定是补在这边，对，你不可能补在那边去，嗯，他还是非常的
很坏，这点一下，在这个地方没定型的时候，他先那边问你一个，然后长，这个也得硬住，难受啊，又被人家尝到了，这断半天。这个都被人家走到，这里也被走到。但是可能也没找到好的办法，因为他这些他不走的话，主要是被黑子一拐啊，闲手啊，这难受，他也很难受。也很难受，你这活不动，你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主要是这个问题，这个断，啊，对，这个断的问题，对，嗯。你看这走成这样，你这断就吃了中间这个实木起，大概，肯定是不便宜的，感觉吃这上面这个籽不大。对，他又靠这个，就是，哎，很烦人。因为白棋总是要跟着黑棋来应，就很难受。这将来黑棋还能再尝一下，黑棋现在也是很舒服。开始自己走一走形状，他把这走一走，走了以后要马上要这哦，还个要冲断是吗？冲过，至少我先尝你一下，是不是？哦，还有冲断，确本来实。也有冲断，哦，对，因为你这个气啊，白的还得补一个，白棋应该吃了2个子，但是这个气对，好难受啊，这里最后还是要补过来。对。这地方又，他就是他总是感觉在那个。你看似那个已经把我吃的地方，然后他还在去不依利不用饶你，的，对，对，就是，这是啥意思？那我就吃呗，吃的尝，沾上吧，这有啥可呀？以试试硬手吧，我觉得，他这那我，换一个试试硬手，将来这个拐是先手吧，乖，我就跳嘛，就跟着你走是吗？我就。走呗，这黑棋便宜吗？我没看出来黑棋便宜。有可能把自己走中了。对呀，我感觉亏了呀，不便宜啊，这个。我就感觉我觉得黑棋便宜吗？也不亏吧，这他也没什么亏的呢。不便宜，不亏，你把自己走中了啊！他这个地方，他这儿。本来是。本无来所这个谓地的方很哈，轻的，对，你这个棋你走，关键你走完我脚也厚了嘛，对吧？你本来你这种棋你断一断，那这个脚上肯定还是，对，我不关键不知道这断两下有什么用呢？黑倒棋也是，啊，因为他如果就打了长，只是多一个这个你拐拐我偏跳你也不手，算多，我跳本来也很有价值，也不能算黑棋我多一个，点也没什么意思，点后手不是点我不理你，贴起来也可以。对。我感觉这不便宜。青仔怎么就被他就，迷惑了，对，开始打。这反而被他便宜了，说实哎，话。那你说这个上面打，他也应该也是要考虑一下呢，不就是这几个点吗？打这边，对吧？这两打。也没有别的可以想的吧？就是他，我觉得他关键太相信他了。说实话，就青仔感觉太老实，太相信他了。相信申天旭对，他就觉得觉得他下你他下的棋是有一定道理的。对，我就觉得就他很臭着冲断，你就吃了沾上他就亏了，就不是棋，他不是申天旭不申天旭的问题，就他就是不好。我还是是得照棋来是吧？对，我觉得他他就自是走就亏行。了这样的话，黑棋是不是这反而找反到而了？对。找因到为头绪了，白棋主要是吧，它走在上面没有用啊，走在上面没有用。你说你要走在上面，只能把这上面全围住也行，对吧？你要觉得被它打一下，它藏在上面，它你上面围不住了，或者这上面关键我也，他打了针，如果黑棋从这里我就来给你动一动。吃了嘛，我打了吃了嘛，你反而还亏了，你这地方，你被我这多个针，你反而还因为这个亏子了，主要跑不掉，你也跑不掉，真的是有可能，这也不要迷信啊，这就是千万不要迷信。肯定不能迷信。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感觉就电脑就你管你是谁，反正我就下我自己的棋，
粘。这白的还搬不住。对，要搬的话。搬不住，我断。马上断上去。对。断你长只有长，然后它这种，或者是。就感觉这个碰的又有用了，是吧？又有用，确实。这是个。白棋爬过，嗯，这又爬过，木鼠又亏了一把。本来这个跳的时候，它什么时候爬都是能够唬住的。对，嗯，这又亏了一把。这一串叫对木鼠是亏了，这木鼠肯定是亏了。嗯、拆过来，嗯，这拆也是这个，哇、哦，这个这么大一个大场，居然到现在才下，双方都没有走。现在就白棋，他就看这只能没多少目了、嗯。就现在全盘的目数，黑棋这上面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五，嗯，这一块大概十五，不到十五，十三四目，哎，上不十五，差不多要四十目、五十目、六十目、七十，这黑的七十多目现在目数不少啊。白棋这里五、七、十、十四、十七、二十，大概二十五目棋。这个角二十五，就是它这个地方如果为四十目，连角带边，就全部算上四十，那就是细棋。嗯，细棋嘛，你全你是四十，你六十五，黑的七十。嗯，但是四十目好像很难为呀、啊。嗯，因为角上的确实的实地这个就十几目是吧？嗯，那你中间到底是怎么能怎么围？嗯，等于刚才白的如果打了粘上，这里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二十一，二二十三目棋大概白棋、嗯。现在等于这走完以后就十目棋了，黑的白的大概少了十三目棋，嗯，黑的多了一二三四五六，大概多了七八目，就是你等于这个地方的一来一去亏了二十目棋。这二十目能不能从这边找回来？对，能不能找回来？关键是，嗯。那这种人家先把现金装兜里，有点危险，我觉得。那主要现在白棋这个外围并不厚啊，嗯，是吧？对。你看，比如这条，它这条封锁线，气聚聚聚紧，气也紧、嗯，然后这个封锁线也不完整，对，不太好办。长是啊，他就尝一下，这尝一下很大。嗯，这个尝它就不住、嗯。哦，你看他这棋是点一下，点，然后再拐。哎，他把你这个气再次下紧。他本来他单拐怕你跳，他打吃他都后手，他都不要了。嗯，啊，他现在再拐，他这个打吃先手等于就马上就要争你了。嗯，啊，你要等你要搬的话，我打吃，打吃完了搬了打吃，可能一下就给你争了。对，把你走重。嗯啊、嗯哦，你看他还是跳，就冲回来，就相当于你如果是直接拐的话，他可能就跳了、啊。打吃就后手就不理了、啊。对，我不理你，没这个了。对，嗯，这也很下得很巧妙啊。对，虽然是他现在贴是。是看着很臭，但是他马上要争你，你要补一个，他再粘回来，那就是他觉得这个交换呢，他就是又便宜了。嗯，嗯、这个，很巧妙。这个不能断，现在白棋不能断、嗯，不能断，只能补，自补一手，然后再补回来。这个棋你被申振旭抓到这样的优势，感觉很难了。嗯，嗯，是。这是什么？这步棋是什么？这冲是？嗯？先打再冲。我这个白棋，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样的话，这个这边已经是这个空已经没有了。我对我可以打了冲回来了。打了冲，这边空已经破掉了。对。对然后白棋黑棋现在没有马上破、嗯、他先来这边继续的压缩。嗯。如果算白的挡住然后黑的靠一下白的再挡住。那还能挡这不敢挡哦能挡还能挡。现在的话是 ,18,20,30,35。不到40目棋现在。不到 40,、不到 40, 但黑棋这地方已经捞了一票了。对这个先手这地方大概也捞了一些。那
那就是旁边大概十目。那而且这里它还这里还少了，还少了一些。嗯，真的确实，应该是不太够。控杆不够，现在的问题是。嗯，就是这么走，就是这么走，挡住，抛一下。嗯，单冲。它也不连了。因为你粘的话，它可以有粘，有粘，对，只能这个，你就吃回来。他觉得连上也不是很大，这样的话先手，嗯，先手，他这样的先手，就收官，先后手，嗯。哎呦，就感觉怎么已经就是深圳序已经是可以安全运转的感觉了。差不多了，这个棋应该是。其实跟深圳下棋就是有感觉，他的后半盘啊，就看他的棋，就后半盘也特别强。嗯，有的时候你不要说你这个劣势了，就是你优势的时候，经常后半盘他都。就那个奋力追赶，嗯，都挺难的。对，所以就是在他前面的时候啊，你就像这种棋啊，嗯，我就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青仔这盘棋前面一直有点害怕，就是有点相信他，总觉得他好像棋都是有道理的。嗯，但他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人嘛，就是棋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有道理，他也有失误嘛。是，那你觉得他失误就抓住他呗？对，嗯，有可能。就我觉得我整体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好像过于信赖他了。这打两下啊，打两下为了这个立先手是吧？是吗？应该是吧。嗯，但本身打两下目数也是蛮亏的。嗯，本来你单立他如果粘上你这里他只有两目起，现在这样他是有五目起，有这个立的先手就像搬了粘，是不是？对，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立也不是绝先啊，他也可以考虑给你转换啊，三个子也可以给你啊，那他就给你转换了。莫非他这个断了以后他是确保这个打是先手，如果单立的话他是担心白棋黑棋补这边，是不是？哦，那也是有可能。但现在黑棋肯定会给你转换啊，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嗯，对，直接断杀气是不够的，对吧？直接断他。他就是断的，他就是断的，断。然后，小尖，就他直接杀气是不够吗？他只能靠这个。啊，他还不能立是吗？立啊，立啊，立是这样，立的话立他是能先尖一下，是不是？不立的话不是，他就挡这个了。他想尖这个，你挡呢？如果我尖你挡呢？嗯，我再拐你一下。啊，便宜。拐完我吃这个先手，嗯，这还是便宜不少。他如果先拐呢，好像不行。先拐之后呢，这个地方由于气紧，你反而吃不掉了。你吃不掉黑棋，这个棋，因为我这个全都铺完之后尖出来，这里有一尖，对，嗯，这个铺完之后，嗯，哦，但是我却走不到，哎，那我立不着啊，哎，那可以啊，我这个紧不住你气啊，这个可以啊，他如果只是小尖的话，那边。他实在小尖，不是小尖，反正黑棋就算了。黑棋算了是吧？嗯，算了，因为他再吃的话，这被拐了吃一下也很痛的。嗯。然后爬过。然后就小尖。就收官了，黑棋就对，他就给你吃。这四个子三个子就弃掉了。啊，对，他就弃掉了，就给你了。这个拐了吃先手吃一二。很大。三四。嗯。但如果你拐一下你尖可能就不行，就他就搬在这儿了，就你被断开了。哎，那啊，居然这个没有这个大是吧？嗯，有可能。就黑棋现在本来是挡下来是能吃的，现在他为了，因为你挡的话这被拐了，我先吃这个，然后这个先手完了，这还有打劫，嗯，对，因为你现在这样吃完我，你这个劫等于没有。哦，等于两边，对，跟两边比，嗯。这里面判断，黑棋也是判断的比较清楚。嗯，再团一下，
这不能扑，现在它就立掉了。顶吃，这都是先手。它团掉就是防止将来有这个尖，对是吧？对，防止尖。对，如果不走的话，将来黑棋呢可能是留有这个手段，就是他这边锦完气以后一小尖，对，有个打劫，黑棋扑进去，嗯，是吧？这里不是白棋扑，是黑棋可以扑进去了，对，所以白棋把这里团住了。太讲道理了，这他打就打呗，感觉这棋还怕黑棋打劫？其实我也说这个，现在是黑棋，白棋怕黑棋扑进去，是吧？这怕打劫财，他觉得劫财不够吗？够不够也不怕呀，我是。关键是，对，关键是现在又不是我赢了，关键是我好像不太够啊，我怕他干嘛？你又怕他？现在应该是不怕乱的，是吧？对，越乱越好。是。棋，这团一个觉得应该是赢棋闹，赢棋不闹事。就这里应该是黑棋先团的，嗯，小心小心翼翼的。还是说我们判断形势有问题？对，难道他觉得形势？对，那只有这个解释，就是他对这个形势判断啊，嗯，就是认为还是要补的，嗯，是吧？他也觉得他还可以，莫非？应该，我感觉是不太好。你觉得白棋，我感觉也不太好。嗯。然后从胜率上来看，也确实是。我刚才不是点目了，我感觉盘面十目应该是至少的。加死，这点一下目吧，感觉。对，要不给我们判断一下形势吧？嗯。这个搬掉了虎。最后再判断一下形势，应该和刚才那个判断出入不会很大。对，我感觉差不多，这都无所谓。哎，这个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三，嗯，三十八四十十六五十六十七十目七百七，大概。白棋七十哈，嗯，刚刚黑棋，黑棋后来这边还是涨了一些目。现在这个搬了打吃，中间可能还会有，大概是盘面十、十一、十二，盘面十二目棋。就中间不点目的情况下也盘面九目，九目啊，对。那对，现在是还轮到该黑棋下是吧？该黑棋下完以后还轮到黑棋下，嗯，对，他就是打掉一半。嗯，大概旁边十一二目的样子。那其实就这个这样的一个差距，对这样的顶尖高手来说就不算小了，嗯，是吧？嗯，就刚才大概七十的黑棋是，这中间不算的话七十九了大概，嗯。再看两步啊，这个啊，这个他没有吃了，他不肯让你没空，嗯，我们再看两步。嗯，好。嗯，然后断掉，吃掉。对，这里面黑棋又长了一些目，又长了一些目，嗯，那应该是不够。是后面呢，还又进行了十几手，嗯，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了。嗯，这盘棋最终也是申真旭九段执黑中盘战胜了李清成九段。嗯，那么确实申真旭九段这盘棋是发挥的还是，对吧？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实力上来说也是这个申真旭九段现在毕竟是。韩国的第一人等级那么高哈，嗯，啊，那么在这个第二轮当中呢，这个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柯洁九段是获胜了，嗯，这个李轩豪获胜了是吧？对，唐伟新，唐伟新获胜了，嗯，是不是杨锦新也获胜了？杨锦新应该看胜率上是是吧？我们现在因为在直播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别的棋局啊，嗯，啊，所以现在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嗯，接下来会后面还会有八强战，所以最终这盘这个本届。春兰杯究竟能不能花落谁家，还是一个未知数，是吧？第一个看看，第一看是花落谁家，第二还是看看，因为申真旭和柯洁，看看谁是啊。
谁能当这个中华英雄是吧？因为你看这个申真谞，他这个连胜还在继续。好的，那今天感谢浩洋老师哈，做个演播室，我们一起来欣赏了两盘精彩的对局。那么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再见。